是妈的，退什么款？老子给你们说起来，我锁匠，我给你们说起来，不能同时开。哎，刚刚有个人往那边他过开去了，是球，谁？没看着。什么意思？完了，是开唱好了？何呆了，呆，没气小气。叉子，OK，小叉小子，猪叉小做了，笨，给他台球，小吹吹，叉你做小了，一笨，二三四一五枚，六六一枚七，他铁上坏，人呢？一枚铁坏，不去做人，我就站在这杵为什着不么？动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神七，剑，七个。因为他讲的是谁呀、啊？小贝，小贝，啊？怎么了他？他疯了，没事。其他人呢？都不动刀吗？其他人都哪去了？谁？我出去，我去上面看看，我找尸体。对，你们，哎，吹吹吃人呢？嗯。哇、哦哦，好人，太好了。但是我不能说你的身份。我站在右边门口，我被小骰子吞了。然后当时六角桌那块有个人把我救出来了。然后旁边，哦，他肚子里蹦出来俩好像。还蹦出个谁？反正有一个我被刺了。然后，嗯，这刀我铁认过。哦，我刚刚出那个娱乐室，我要去找尸体，后面跟了个 N 姐，然后就没了。那就是说，想起来是鹈鹕呗。但是我就算一下，是一个十个人，真的不把那刀点出来吗？万一你跟他是双狼队友呢？我听一下后面人是也过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呆呆走了一个鹈鹕，你别管他好刀坏刀，对吧？你先弃票，是不是走了个坏嘛？没必要盘。不来换糖的贸易不来了，一美在，小叉在，卢卡斯也不在，卢卡斯和小易不在，其他人都在换糖，人呢？过。恩妮，我在肚儿里边，我在饭堂，我肚里边的，给我吃了。我去饭堂了，给我吃了吗？哦。然后我觉得这个，要是你要是弃票的话，可以弃票，我过。我是站在电视机那儿啊，我想听一下崔崔说右边的视角，因为右边我是看不到的。如果你们都能认的话，就可以过啊。那就过呗，我不报我位置，但我跟在饭堂差不多，然后过来。我位置单走，我弃票了，我弃票了，过。那我就要点俩狼了，一个被吃了的卢卡斯，谢谢多云转机，一个马小一，朱小笨出来没有跟刀，我暂且信他一手。卢卡斯一定是这么长时间不动刀，然后大家都在饭堂，林小乐在我旁边，一个何呆呆，一个恩姐，然后苏苏应该是个鸽子，说我们看不到，崔崔没听到位置，小叉应该也在吧，那不就是卢卡斯跟小易吗？我过。我和小叉附在剑桥，小叉上来先擦了个台球，擦完台球他走了，谢谢，然后在我的视角里边是何呆呆刀的小骰子，他冲下来，那边往那边走的时候，他冲下来之后，然后朱小贝是进肚子里一张，卢卡斯不是进肚子里一张。我看到是何呆呆补的，把小朱小贝抛出来的。那卢卡斯没有进肚子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话呢？那在我这，卢卡斯和何呆呆可能不太好。现在没了，过了。我认了吧，我是复仇，我眼红了啊，过了，弃票。啊！朱小笨，我操！那我干一他被吃了，怎么被拘了呀？他被吃了，怎么可能眼红？投小叉，这不知道吗？还弃票呢？主动刀怎么眼红？点我，我都出饭堂了。何呆呆在我前面，吹吹也不好。我看看下次你走一走，小骰子把和不是小骰子把朱小笨吃了，我眼红了呀？不是，他先。鹈鹕吃人是不会眼红的，打我！哦，对，有道理，啥意思啊？我正义，我正义一刀，我正义一刀。我觉得朱小笨打动了吧？吃人不会眼红，小叉子，那是朱小笨怎么打动的？我正义一刀，我真正义一刀，我正义一刀。他是吃人的，他就是踩我呀，不在粉头。我觉得狼不动刀，崔崔为什么？被鹈鹕吃了。
我做的擦台球啊，我有条，我有条，我擦台球、啊。我看到好像是和呆呆一走一过，然后给撞了，我操！我是想，你瞎啊，一美，上面警长双倒了，你没看见？我要出一美，为什么站那儿不报警？我绕过他上去报的警。一美在我这不好，翠翠在我这不好，小叉子，我看你这把被不被拘？哎呀，我感觉没好人了呀，走了个鹈鹕，剩两狼一个的。嗯，何呆呆，我心里是个好，你听他们话言过。啊？丹姐是坏吧？他认何呆呆好，何呆呆在我这挺坏，他认何呆呆好人。嗯，丹姐大胆狼吧，他不然为啥警长说他要报警，拉我过来。啊，娱乐室当时有四个人在桌子那边站着，恩姐上去报的警。按恩姐说的那说法，上面警长双倒，一美站在桌子上面，他不可能他看不到上面警长双倒吧。还有一美，你为什么上轮踩我，又没开刀，外置位又没开刀，单组的牌也不一定是那啥，对吧？我视野里就看到那桌子那四个人，其他都没看到。好吧，过来。恩姐别投我，我没看到，我刚刚找飞机呢。然后我真不知道，你拉紧进来，你一说话我才听到，我一抬头你说警长双倒了。我这样想的哦，我不知道上把小叉是属于认刀了还是啥意思。小笨在我这儿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，我觉得上把不动刀，这么长时间不动刀，小傻子肚子里边一定有狼。那这把这个卢卡斯是被警长双倒的对吧？朱小笨在我这儿，要么小叉是那个坏，要么朱小笨在我这儿就是个刺客。那不好的是谁啊？就是一直不来饭堂的这个小易，在我这儿他也不正式，也一直不来，这轮他还反打。我是加拿大，我是单走牌，我过。上一把就是小叉不是说是他是复仇然后眼红了嘛，然后但是吃鹈鹕吃人是不会眼红的，然后进去之后他报了自己是正义，然后紧接着恩姐上去拍的林警长双倒林奥乐和卢卡斯。然后因为第一轮的时候我的视角里边是小叉是做了一个任务条嘛，然后小叉在我这是铁好的一张牌，然后何呆呆我的看角好像是何呆呆出去的时候恰好小骰子进来，然后 一口给朱小笨炫了，然后何呆呆 一走一过给那个朱小笨抛出来了。然后卢卡斯因为上一轮他说他进肚子里，那我觉得他可能是想给那个刀的人跟人挡一个刀，是这样子的逻辑吧。我工程师，我想投何呆呆啊，熬过了。我正义一刀，我有条，我唯一条，然后小骰子从右边冲进来给小笨吃了，我刀了一下出来俩人，然后卢卡斯小笨都没出刀嘛，所以我觉得他俩应该是像好人吧。反正我就一刀，嗯，我也有条，打不到我身上，出听何呆怎么说吧，过了。我是锁匠啊，你要是这样盘的话，你看啊，恩姐能报警，但是一美如果说你要报你是那个加拿大的话，其实我感觉恩姐是加拿大，她一直在贴，贴完之后上面警长双了，她上去报警那张牌。那一美，你真没看到上面有尸体吗？如果假设你说的是对的，那小叉子有条的话，那崔崔小易可能在我这边不太好。苏苏是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一张牌，你要这样盘的话，我可能我还是想打崔崔，我都不在饭堂，为什么会踩到我啊？我。不知道，瞎说的。何呆呆，哎，你跳什么不好？你非要跳我身份？我他妈说这样。呆姐，我找飞机的，那个飞机叫熔岩光影，我百分百是在找飞机。你看，恩姐都信我了，你不？来、说出那个发言，我都知道是他是垃圾。就完事儿了吗？瞎猜猜对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朱小笨，小笨，你狙的谁啊？肯定去你复仇呗！我狙你不是，我狙他警长，我狙他警长。哦、他谁家复仇动主动刀哎？芦花水是被我吃了，芦花水。谁家？我谁家豆白米不拆？拆这一拆、啊。我看的不是朱小贝被吃的吗？我那是对什么你？哎呦！
风吹吹小骰子，摇骰子，我上去我脸。嗯，吹吹往上走，小坨坨呀。啊，往上走了吗？没看着。我真是饿，我也是饿。是火火。右边，戴帽子，戴帽子，小易叔叔。哦，三张牌，我卢卡斯也没了啊！叔叔跟小易，叔叔跟小易，对，我跟前倒了三个，不是两个，是两个，呆呆姐、卢卡斯、小骰子，哎，小骰子在不在我跟前？反正在报警桌上边，我跟卢卡斯，我俩复活之后，我俩在那个娱乐船员宿舍下碰到之后，我俩都是呢，我俩一起站在那个报警桌上边，然后这个时候叔叔跟小易贴过来，呆呆姐在小易跟前倒了，然后卢卡斯在我跟前倒牌了，小骰子在哪？我没瞅着。反正小易跟叔叔，你们盘一下，我过。首先啊，我讲一个，我跟吹吹复活在剑桥那边。然后呢，在通讯间的时候见到了小骰子，走到饭堂门口的时候呢，吹吹说他去上面做个什么任务，完事之后呢，小骰子就到门口了。到门口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我说吹吹在上面。”他就刚想往上面走，完事之后呢，他又进来了，他又没去。后面我就看到你们饭堂那里，然后看着叔叔，不是何呆呆追着叔叔，叔叔一直疯狂搁那躲，结果何呆呆搁那可能刀歪了，双倒旁边，我看。拍点钱消失了一个，不知道是你那消失的还是小骰子在饭堂右边被吹吹嘎的哦。我听你们的视野，我站在那儿，我没动过。那人前一刻我怎么看是小易在我右边没了呀，因为我是在拉铃位下面嘛，我拉铃位正下方。哎呦，我是看到马小艺消失了，叔叔这个不知道怎么事啊，过了。什么？我在娱乐室右边门那里，朱小笨说我和叔叔脚下倒两个腿儿。朱小笨，你在哪儿看到我脚下有两个腿儿？我在娱乐室的右边，然后林小洛又说我在右边消失了。我在哪里消失？我在娱乐室右边那个门口那里。小骰子往那个武器室上面走，然后最后下来从武器房下来的是崔崔，我觉得苏苏应该是狙错了吧，吞枪了吧，我就把我要点崔崔啊，崔崔应该是把小骰子给宰了的吧，我旁边没有腿儿，好吧，过了。是我当时是看到的是这样的，是苏苏、朱小笨，然后。卢卡斯和呆呆，因为我是搁那个大概是茄位那一块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小笨说他是一只鹅，卢卡斯应该是跟他站到一起，然后和呆呆刀完卢卡斯这个腿儿跑到那个小笨脚下的时候，苏苏是站到小笨旁边的，然后那个再上面一点，和呆呆倒的那个腿儿上面站的是恩姐，这是我看到的所有视野。那双倒是对的，我。不知道我看错了还是咋了，我没有看到小骰子，我没有看到小易，我没有看到小骰子，我的视野里边只有他们几个。那小笨能报警，他这个又报额，我肯定是能认的。恩姐当时是在外面进来的一张牌，我要听崔崔发言了，因为他说当时是他们三个，然后崔崔留下了小骰子在那一块，对吧？我要听他聊一下。过崔崔发言，刺客已经开了一局了，我直接报身份，哥们儿铁加拿大打勾牌，在那里做了个武器房，做了个连线任务。我做完任务之后，就到了门口那个上面监控室门下边，小易站在门口，然后小易要打我，那我只能以我的身份且任务条去打小易。然后上一把，恩姐也说了，说是我和恩姐一块复活碰到了小骰子。然后恩姐，我跟恩姐说我去做任务了之后，恩姐说是小骰子在那里晃悠了一下，然后又进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小骰子只能是在娱乐室门口右边的人动得到。我下来的时候只看到小易站在门口，他是想出娱乐室的一张牌，那我只能点小易。小易在我这铁不好，不管，我铁打勾加拿大也有条过了，我点小易了。我苏苏和呆呆是在发动机一起复活的，我们三个人走到娱乐室，我在钢琴上边啊没动，就是鸡腿倒了之后我也没动。但是你们说警长双倒那两个鸡腿位置很腰啊，特别腰，是斜着的，然后
如果双刀的话，只能是卢卡斯动刀吧，因为卢卡斯旁边站了个人，我感觉不像双刀的。双刀的话，应该是卢卡斯和他旁边那个人一起刀，不应该是那个位置的人双刀吧？好妖，那个位置特别妖。我身边有谁？我身边有一美、小笨，然后呆呆还有苏苏，就这四个人，然后倒了两张牌。我怎么感觉像狼刀自己拍的呀？不像双刀的。那现在小易点了一票，崔崔点了一票小易，小易不是崔崔加拿大带条的，打小易。我归的话，哎，归小易吧，过了。阿哲，我跟卢卡斯都是哪呀？根本不听发言。你看我身上没有票，小易，我身上的票的小易。哦，是那马小易就是被小傻子骚扰了，应该是被小傻子骚扰了。是什么走的呀？好快呀！什么刺客啊，苏苏哥？可真快呀！没有，我看着恩姐像动了一刀，结果恩姐没动，我以为恩姐是他没动，他是要去报警啊！我看着恩姐把他带给刀了。我以为他是要去报警，我看着小易了，结果我嘴，哎呀妈，他猜骗了。我为什么那个位置那么妖啊？小笨能看到我在团上，苏苏眼睛还冒死了，怎么回事？当时旁边有个戴帽子，看错了。刀呢？刀，好好好，谢谢凶毛的黑鬼，凶毛的全景魔杖，黑鬼。滴滴滴滴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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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拿把狼玩呗。小叉子，你别追我，苏苏，你真别追我，你别追我，都这么说了。我来了，我弄。我上这儿。啥情况啊？我瞬移了，兄弟，我一个大跳，我一个鬼步，终极后撤步鬼跳。直接，我本来是想到医美的，因为医美在这一直，你别追我，苏苏，你别追我。然后我扑哧下去给谁刀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一个大跳跳到潘安玲下边了，不知道为啥。那苏苏，你过来跟了一刀，苏苏什么情况？过了。好，我小色这发言呐，我到潘安玲的右方那个位置的话，我正听见这个西恩妹妹在喊啊，小色子，他因为他每个人他都要念一遍，我听他念小色子。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就隐约的发现左下角三个腿儿，我感觉是不是同时倒，又像同时倒，又不像同时倒，但反正我没看清啊，反正是这三个腿儿基本上是差那么0.0几秒，可能是同时倒的，别的我没看清。小叉儿说是谁倒的，叔叔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清啊，过。三张牌同不同时倒的，反正又没链子，你要么就顶多盘一个警长双倒人补刀，或者谁炫了一个，其他的我没有看见啊。我就是刚刚要来饭堂，然后但我在外置位，我没有进饭堂，我能看到恩姐往右边去了，然后其他的就一点都没了。你们得聊一下，过了。那前文之位三张牌还有好人吗？小叉子，你这刀恩姐认不了，网红死了，前置位全部都不了，甚至叔叔我都不信。他我这么一聊，他肯定知道假个妈嘎，又在那想着怎么编。先出小叉子和呆呆小骰子都不说网红鹅，来后面跟我讲网红鹅什么时候死的，过。哎，我啥也没看着啊，我在右边那个门口当门神，我下边是崔崔，然后先往左边走的时候右边响了个东西是吧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没看到现场啊。啊，过了。恩姐，小叉这刀可以先放一下，他那个其实算是拉零钱，但其实是警长双倒的里面有网红。小叉子我得聊啊，一美警长，我不知道他一美应该是跟那个卢卡斯双倒，双倒之后小叉子刀了朱小笨，网红呢是双倒的那卢卡斯是那个网红，朱小笨不是。你先把报警位的先放放，在和呆呆跟小骰子里面出，我觉得啊。
他们俩里面另外两张牌里面龟嘛，始终叉子报警位嘛，报警位他完全不聊网红也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啊，我过来。所以发言，我在电视机下面，是网红先倒了，之后小叉子过来那个桌子下面给朱小笨刀了。朱小笨是一张没动的牌，我本来我这小叉子我不想放下他，我觉得他铁不好啊，他刀完他虽然他拍进来。网红死了，你刀一个不动的人，你拍进来。但我想想算了，先出小骰子吧。反正我觉得小骰子呆呆，他俩都没聊。小骰子都说出三张腿在左下角，他愣是没说。那铁出他吧，我先点小骰子也可以。我过了。先点小叉吧，家人。如果小叉是好刀，他至少他会怀疑他自己是不是刀到了网红，他至少他可能会说他我会不会刀坏刀错了或者怎么样，他一句话没说。小叉这一刀我铁不认，小骰子和何呆呆这也没有报。何呆呆如果是好人，他至少看到网红，他的聊天信息里面会聊点啥，他会说后面好好聊，是吧？在第二排我觉得可以清空，先投这个报警位。这而且到现在为止，警长双刀刀了个网红，也没有人跳出来一个加拿大，那我觉得小叉子可能刀到了加拿大，有没有这个理儿？我投小骰子了，小叉子了啊，小叉子，不分票，过了。不是，我都不知道我刀的谁，因为我一个终极大跳，啊、你知道吗？那你没信息啊？叔叔帮你的呀，两个弃票，叔叔帮你说话。他像个，我点的小叉子，但是他像复仇啊，是，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我觉得他像个复仇。美啊，头你。林小乐不进饭堂啊，林小乐呀、啊。林小乐不进饭堂，他往那边走。哎，怎么了？就点呆呆呗，点呆呆呗，我过了。小易在动的小骰子这一刀，上一轮的狼坑位嘛，对吧？那小易刀了小骰子，我看到了，没结束。点谁呢？我觉得恩姐可以归票，和呆呆。小骰子在进来饭堂之后，他在那里一直说林小乐不进饭堂。然后林小乐在这里说了一句怎么了，然后紧接着小易下来给小骰子倒的，在我脸上，苏也在旁边。何呆呆在我这可能像是个歌姬呀、啊、因为他在那里一直贴着苏苏追了一度，然后就不见了，好像是钻了管道了，没看清。恩姐可以归票吧，过了。哦，耶，前就被死完了，我这前面三张牌。我是那个喜歌姬呀、啊、你真的要出我吗？不合适吧，一二三四五六六张牌，一狼一提壶。哦，啊，小一是啥呀？这更不能出我了吧，我真是那个喜歌集呀、啊、过了，掰不了票了，先投何呆呆。何呆呆的鸽子也不分好玩的，先把何呆出了，过两狼就认了，过。我先说我为什么不进饭堂啊。哎，我先点票。我跟你小骰子一块走，我敢从上面下的，我绕到武器房从右边进来的。那这样聊不就只剩你歌姬都出啊？只有林小乐了呀，没牌了。抱团就行了。别报身份，别报身份，三个人抱团就行了。谁动刀一眼就看见了吧？走，没坏了，肯定有一个坏，谁动刀谁就坏呗。只有林小乐了，没有别人了。我来。梁乐死过。你让我抿一抿，我猜一猜，是吧？网红没了，加拿大大概率也没了，警长也没了，正义被我狙掉了，
鹈鹕鸽子都没了，还能有啥呀？不会有个鹅吧？锁匠，我猜一猜。快点快点，这进度条走快点。你俩先别点票，行不行？你让我猜一下，万一我自枪了呢，对不对？我都帮我锁匠了，你还不让我点票？侦探，这孙子猜不出来，这太难猜了。这太难猜了呀！咋猜？对呀、啊，这太难猜了。这你要猜出来，你绝对 top one 了，属于是。猜出来，猜了个 BT， 我猜了个 BT， 是吧？是吧？发码结束了，这把。给他发了，发了。猜出来就可以买，给他发了呀。我猜了个苏苏是 BT。都是问号牌，你咋猜？他确实 BT、嗯、对啊，剩的都是问号。我认你，嗯，你 BT 认你。我操，这三郎真强啊！三步并两步，两步并一步了。我属于小叉恩姐，嗯，哎，玉美在换他，吹吹，然后何呆呆，中小辈又是哪？中小辈又是哪？Okay. 大家一起小笨，我有广播任务，我有广播任务。哎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我觉得他俩要弄咱们。我去，哎，恩姐刀的。但是朱小笨是鹅，我是复活在饭堂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有广播任务，我不去做，因为我怕饭堂里边死人。然后小笨说他是鹅，我俩就在一起了。这个时候苏苏跟何呆呆啊，他俩就搁那猛贴啊，我俩就闪开了。闪开这个时候，我刚恩姐进来的时候，她在一直念人名，她上去给何呆呆整了一刀，我直接报了一手报警。你让恩姐聊一下，过。在报警前，小叉是从派里下边往外面冲的，然后卢卡斯站在八角桌旁边，我是站在派里和八角桌中间的。那听恩姐聊，然后小叉子是想往外面冲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干什么，我也想听一下他聊过了。我跟姐复活在这个娱乐室右手这个黑色通道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进娱乐室，我在潘玲上面站着，恩姐在右上角站着，然后这时候那个上边下来了三个人，量子纠缠在一起，在这潘玲左边，然后我就感觉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要动刀，所以我往外跑，啊，听恩姐说吧，过了。好，这里是我是他们叫小骰子，我复活在剑桥上面那小圈里。因为这一轮呢，我是一个怕死的牌呀，所以我就没敢往那边去。因为我去了，我大概率我不是被杀就是被吞啊，所以我就走慢点，我就等你们拍案呢。所以说呢，你们谁也没看着我，我也没看着谁。另外这一刀也跟我无关，对不对？那就听这个吸引这个小姑娘，听她说吧。过。你怕啥死啊？我一个哪，我怕铁锅炖大，我都不怕，我都去了。当时我进去之后，呆呆姐是疯狂贴着我，然后一梅喊我说他有个任务要我跟他一起，然后这个时候叔叔也贴过来，他俩就疯狂给他来回走位，我不知道干什么。然后一梅说完了，他俩弄咱俩，然后上边就动刀了。但是我没有看到恩姐，我只是看到恩姐从那个桌子上边下去之后，然后那边倒了个腿对，就这样过。来，西恩发言。首先我跟小叉子一起进的饭堂，对不对？进到饭堂，一美在饭堂里面站着不动，小叉是不是？我点了，我说一美。然后朱小笨进来了，他说他是鹅，朱小笨又是鹅，完事又进来了一个何呆呆，然后叔叔从右边进来的，我记得没清楚，没错吧？清清楚楚。何呆呆进完饭堂直接就说追着叔叔去，哎，他怎么突然不追叔叔了呢？然后我就看他贴着你们的人群，朱小笨抱了是鹅，而一美在那里。一美，你的手太快了，我确实没按上，我没跑吧？我刀完人，我没跑吧？是不是？我鸡腿刚落地，我都没来得及按，你抱的，我以为是我抱的。来，我好呆，
你们就猜来吧，过。我铁信恩你这一招。第一个了，一枚。然后怎么说呢？反正我就是在那个在这个八角桌这块儿，我站着跟我那个翠翠在那站着啊，动刀没看见，然后就报警了，报警了。听你们发言，我铁信恩你的，发言贼正。我视角里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到饭堂的，我从上面下来的，我想去做那个电视机的任务。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想。觉得可能是心啊，因为他站在那个腿上没报警，让英伟报了。但是我又觉得不可能，他这个速度应该是可以自刀自爆的。但是你们当时大概有三四个人在那一堆儿，我也没有注意看到谁有冲刀动作。你们一直在饭堂的，说一下啊，后面跪一下吧，啊，我听一下跪票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感觉卢卡斯和林小乐的发言不是特别好。我让 YZ 被单走拍，且我在那个保安室做那个监视器任务，对不对？恩姐的发言，你看恩姐被变音了，卢卡斯没聊，你林小乐也不说一声，嗯，那只能说何呆呆给恩姐变音了，恩姐给他刀了，且是一枚包的警，一枚我能认好，恩姐我能认好，但是我感觉卢卡斯和林小乐不是特别好，过了。你这刀就弃票呗，感觉有啥用？票吧，过了。不，我想点林小乐。为什么？他说他想去那个做那个电视机的任务。不是啊，我感觉林小乐在医美那旁边，刺啦一声应该都出来了吧？但是拍进来了，没刀到吧？那个腿在下面。恩姐应该是宅了一个人去刀的，然后医美报的警。开警前那个医美旁边林小乐直接冲过去，在我这里看有点想冲刀的意思，但是好像还没冲到。你说旁边腿吹吹吧，你不去冲鸡腿，你去冲医美。我想单独点你一票，你们其他人随意，好吧，过。不是应该点叔叔吗？怎么都把叔叔宰干净了？叔叔在旁边站着呢。我上了一个卢卡斯，卢卡斯都看不着，搁这瞎打。你这不是派对狼派对的恩姐吧？啊？狼听不出来变音吗？狼听得出来，我自己听不出来。对，恩姐你被变音了。我自己不知道我被变音了。做我做任务。那卢卡斯医美呢？医美呢？狼是听不着变音的，往上走了，一没往上走了，做完了，我任务做完了，我叔叔肯定不好当，这就我们四个人在这儿，那不就跟叔叔变的音一没上？哎，啊，你讲叔叔十八，妈，哎呀妈，完了，等一下，我一下激动缺氧了，等一下，恩姐。恩姐又动一刀，动了小骰子，叔叔在旁边刀了。乐哥刚说做任务，然后十八在那看着，然后说恩姐干嘛干做任务。但是这一轮啊，十八你是面上我来的，当时现场死了乐哥骰子，然后还有给我，然后你没跟上刀啊，我带走了三郎叔叔。恩姐十八先票恩姐，他动了两刀挂。你是警长啊？我是警长啊。嗯，当时我跟你描述一下情况。第一轮你怎么也打不到我吧，上把叔叔把自己都聊爆了，先得投叔叔吧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当时是什么情况，小崽子进了饭堂，我在找一美，然后呢一美没在，然后小崽子朝我贴过来，我肯定刀他呀。然后呢崔崔可能是我验了崔崔是那个跟踪者啊。嗯，操妈，我验错了，别投。嗯，卢卡斯弃票。卢卡斯投票，卢卡斯。
朱小贝有刀不就刀我了吗？他拍啥？陈姐，你能不能说一遍那个？有人架枪，有人伏地，你能说一下那个？你说谁是跟踪者来着？姐，你说谁是跟踪者？谁来着？不是，苏苏爆了吗？嗯，谢谢狗熊风车的五个蓝水晶卡，还是饭我吃的。我你倒，灭火吧，来走开。SPA 到票 SPA 我被验了，然后他到的卢卡斯啊，反正我也要被猜。对吧？他在那里一直说的别刀催催，那他就是那个刺客，那苏苏可能就是那个变异狼。因为我想的上一把我跟苏一块走进来，我还想着说看到了我发言的时候有没有被变异，但是恩姐又被变了一波音，那只能是十八只刺客，苏苏是变异狼啊。我先点十八了啊，我要被猜了，家人们过了。嗯，好人直接就点十八就 OK 了啊，差一点死于苏苏刀下了，点十八过了。哎，对，那我要不我拖一会儿。我都直接点票好不好？因为第一轮我什么怀疑叔叔，那当时我一美恩姐我们四个人在场，那呆呆姐倒牌了，那旁边能变音的一美要做硬我这张牌，那不就只有叔叔了吗？他最爱变队友的音，恩姐在第二轮又动一刀，老师吧挂。那三轮几个机票我就不傻，是不是？第一轮你觉得鸽子可能会气吗？那三轮四个机票，三狼在场。是不是？我就不信这鬼死卢卡斯，我感觉林小乐出了任务是吧？你卢卡斯我刀了个鹈鹕，就这么巧，我这枪我还不开，根本还不开，这一枪根本就赌弃票，怎么了？根本不开，咋了？怎么了？跟你们好了有什么关系？我有这么巧，我给鹈鹕干了，鹈鹕。鹈鹕得吃狼啊！神庙逃亡了，家。这个人有点 pass 啊，他 pass。那个 pass 刀一个开，刀一个直接拉，他很 pass。游戏不结束。啊，不对，我想想，崔崔是跟踪者，我刀了一个肯定不是鹈鹕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朱小笨是鹅，报警位。这一美第一轮起来，第一轮的报警，这个小不对，我会带我躺赢的，我做什么任务啊？嗯嗯，赌一手呗，就是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能赌啊，我赌一手，你随意，过了。鞠一美，没牌了，沙子不能是。啊，这鹈鹕上一轮就把我炫了都。鞠一美，过来。完了。我做了任务，我觉得你要鞠的话说，说要么就鞠小叉，要么鞠朱小笨。我过。嗯，鞠呗，过了。要不你把这一枪留给我吧，我铁锅炖大德，来吧。一个鹅我怎么鞠？嗯来吧，我们都不别闹了，来。一美是吧？你确定吧？信你不能信不？小赖狗能信不？那我先，你先别急，我先把枪收了，我先点票小叉吧，我再狙啊。实在不行，我狙错你就点个票，好吧？信你一把，看你是队友。啊，不是一美，点叔叔。叔叔，叔叔，你他妈的变俩队友，叔叔不就你赢了吗？朱小笨是鹅，小叉子是鹈鹕，那样都不炫我。我 CD 呀，啊，你以为我不想吃你？你 CD？ 你吃人了吗？你呀，其实怎么票都是个死局，怎么票谁都是个死局。十八 Z， 这能信他的？十八气死了，这能信他的？那不给他帅一下，那不让他帅一下？你让他帅，他他妈的变俩队友音，你让他帅，他给我变得还好好一点，给你变得死难听。你要想想，恩姐跳警长，他出来吃你，鹅点票，然后为什么上面的那个人立马挂票？我肯定猜啊，
还不跑，还不跑，你看他还不跑，完了。我跑不就完了？几乎时刻快啊！嗯，呀，哎，没刀过，哎，哎呀。真捞啊！这个鹈鹕，你刀他呀，他刀完我没 CD 呀、啊，你快、啊，你不刀他。我追不上他，我跑啊！他着急，我又不刀他。那他是我队友啊，你这帅就帅啊。不是人家，人家小叉哥哥说的没问题啊，我跑不就完了吗？结果真的完了。